的这个系列，它的色系都是比较偏粉嫩色系的感觉，就是比较甜美的女生的喜欢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个是温柔女孩的配色，它是奶茶色。等一下，我近看给大家看，这个是那个牧羊女跟蝴蝶，然后它配色前面这边是那种焦糖的焦糖色，然后这边是配那个奶茶色的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复古一点的配色的感觉。然后它这个版型是正常的，然后它跟我们之前出的那一款饼干鞋一样，它的底是非常软的。之前有买过我们就是出的那个超级热卖的饼干鞋的话，就知道我们家的饼干鞋真的是一级棒，超棒。四个颜色，这里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是那种很粉嫩的感觉，这三个颜色。那边，而且我们饼干鞋也有出那个变装三眼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绿色的它是变装，是巴斯配翠西，然后蝴蝶跟熊抱哥，好可爱。然后它这个是天空蓝，就是有点蓝色，天空 蓝色的感觉。然后跟这个是那种今年流行的那种有点洛梨绿，但是这个是比较浅一点的感觉，我觉得再更清爽一点。鞋舌的图案是电绣上去的，然后非常的精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电绣的很仔细。我觉得这蓝色蛮显白的，大家应该有记得我是比较健康肤色的人，对。然后你看穿上这个蓝色，我觉得是蛮显白的颜色。对，如果你想要看起来人再亮一点，皮肤再亮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挑选这个蓝色。外面的地方是帆布的，外面是帆布，然后里面的话是真皮内里，然后跟真皮的脚垫。对哦，饼干鞋真的超级好看，你们一定要买，而且重点是这个颜色超级夏天的，我觉得一定要买。嗯。